大家好，我是老万，现在是2021年的1月18号，我们是在，海南陵水县的一期福湾一号的房车营地，在这已经住了3天，今天早上我就打算走了。走之前还是那个老规矩，就是一定要把这个地方打扫得干净，不只只是在停车场，其实在营地也是一样的。那么在营地有一个地方，我建议大家一定要重点的去打扫一下，就是这儿，因为每个营地都会有一个，就是。给我们用来这个洗菜呀、做饭呀这样的一个台子，然后呢，我见过大多数从营地就是走了的，因为就是前面那个人走了，我才能进来嘛。你像我之前进这个营位的时候，我就发现这个里边就是比卫生间还脏，比卫生间还脏。我看到了之后，我当时的第一感觉就是，哎呀，这个之前用的人怎么这么没素质？这个不是说我在这装个大瓣蒜啊，因为是这样的，就是进营地啊，大家都是花钱的，都是花钱的。可能呢，有些人认为说，那既然我花了钱了，我就应该，就是他们就应该给我收拾。你说这话没错，但是呢，从做人的角度来讲，就是进了营地了，也有这个营地欢迎的和营地不欢迎的。为什么人有一些老板说，有些人花钱我们也不欢迎？那不欢迎的原因是啥？就是因为你祸害人家营地嘛，对吧？这个就相当于咱们在小区住一样，你小区你是交了物业费和交了保洁费，但是你也不能使劲祸害吧？这营地对于房车来讲，那就是房车的小区啊。所以我建议大家就是，无论是我们在停车场还是在什么地方，既然你在这块待过，那走的时候呢，就多少给人留点好印象，我觉得这个是没毛病的，是吧？然后这是洗手池这块儿，然后另外就是垃圾桶，很多人走了之后地上会留垃圾，就是这种或多或少的留垃圾。这个呢，就是从正常的生活的角度来讲都是可以理解的，但是如果你想做得更好，就走的时候把垃圾扔掉，然后让下一个住进来的人一看，哎，不错，挺干净，然后同时呢，也让这个房车营地的老板。也让这个营地老板知道，哎呀，这个人素质还是可以的。那你下次再来的时候，再路过的时候，那老板肯定就欢迎你来，没准还能给你打个折呢。就是我说这些，其实都不是所谓的装大瓣蒜、装清高，这应该是我们每个人、每个玩房车的人都应该记住的最朴素的道理。我们把这垃圾扔这儿。并且你一定要记住，你所有做的所有的事儿，扔垃圾也好，擦这也好，你看似都是在帮别人做，但归根结底都是帮你自己做。玩房车和做人的道理是一样的，你时时刻刻、处处为别人着想，别人就喜欢你。在你危难之际，在你需要帮助的时候，他们就会帮助你，你就会有一个好的人设和好的人缘。那归根结底，都是为了你自己嘛，就是你做的所有的好的事情，看似为了别人。归根结底，我觉得其实都是为了自己，无论是房车旅行还是做人做事，我觉得这个道理都是说得通的。你们觉得我说的对吗？关注老万，一起分享房车知识。